伊朗高级将领苏莱马尼的遗体5号运回伊朗，在伊朗西南部城市阿瓦逝世，数千名身着黑衣的哀悼者涌上街头，他们手持苏莱马尼的画像，高喊反美口号，参加为苏莱马尼举行的纪念仪式。伊朗国家电视台对仪式现场进行了直播。据悉，伊朗将于7号在苏莱马尼的家乡科尔曼举行葬礼。